换下实在有点困难。好了，好，虾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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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滑下都下来了，没有那个甩打吗？小偷这么甩打吗？我们家那个来撞好了，现在已经过上去了。他晃的蛮大，应该是撞下来。我们用顶抛直接拉上来了。哎呀，下去了。但是他这个爪子有点小。假悟空才有机会吧？管我们那一只。没有没有，加这一只。它爪子比较大，我们夹它来撞就可以。哦哦，然后再把它夹过来，它只要反弹一打到小丑名，就是克服。我们捏它的脚。卡住了。大家倒下来如果有敲到的话。看到，正在看找爪子，下下来，两头一起下来，耶！它反弹出来了，这只感觉还不错哦。你看我撞那个小丑女，然后还有这只那个，然后它刚好是在那个。另外一间旁边，这间应该是新开的，它叫那个1997。找不到。他已超只能当成一元两家，当成一元两家。好容易就可以把这个放出来，这个滑掉，这个你要二收吧，这是军杀。勾到了，勾到了，勾到了！哎呦，就这样出货了，就这样出货，卡爪出货。你是以为你只有一只爪套就可以锁得了我的卡爪吗？不要做梦了，叼着就给你出货了。这只卡碰不到啊？可以，可以吗？你先把它拿出来吧。叫做什么呢？金沙暖手枕。本质主义。被投资吗？金沙是什么？现在找一个契机把它挖出来，就因为旁边没东西了，你找肯定是挖机会。好，就放回去了，就放回去了。好掉了，对对对，慢慢的有动静。
沙拉熊是不是？是啊，它是反的、啊，就转开，它的耳朵也是反的，耳张掉，张，那倒霉，倒了倒了。包屁股、啊，这只彩彩有点来乱了，我们先把它拨走啊，它挡到我要过去的位置，挡更多，它挡得很死，可能要先花点钱把它移走。刚拉到他的腹，然后把那只猫拖过来。乖呀，好，旁边去了。我觉得他有一点点会外丢掰，我们先把猫拖过来啊。还是没抓到腹部。有肉搏。把它拖过来，等一下那只白色彩彩怎么会吐？拖它的后脚。它转转。只有一只爪套会让我觉得有点硬。行。这只这样啊，不爽吗？一点不是很高兴的样子。就是睡觉被吵醒了。他拉过来了。我们先把彩彩弄出来了。它是外丢拍耶，我觉得它会卡一卡，这只应该也是日版的哦。对啊，公犬应该是日版的。那我们继续来打那只猫猫，我先把外交弄掉。战袍，战袍还是热耶，好到了，哎呀。他没有扶的话，可能要包到全身，然后他才有办法扶，不然没办法。所以有爪子，三个爪子要包到才行。你像有一爪在外面就包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只打出来看看，这只卡住位置，看一下有没有办法打出来，或者打走，这样子猫猫才有办法入口，不然这样子有点困难。啊、下面拉不过来了，哎呀，裁掉了，猫还在，加屁股吧，啊，哎呀，还是亏在这边，它也双卡短，可惜还是掉了，对呀，哇，那整个包到才行。这左右手，哎呦，勾到了！我看你直接戳下去算了。我看你直接下爪，他们把它拖下去。我走，拉不过去。啊，再卡死了，在楼下。我骂他。你动到的时候，它就会脱掉了。包不够了。哦哦哦哦！这样子它应该是没机会了。说。哎呀！哦哦哦哦哦！先投。那我们直接压下去。压。直上下，然后直接下压就好了。应该是。OK。还有多少张？